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对面这个阵容适合玩剑圣，没什么硬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拉克斯不来偷一下钱，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没看到吗？不是哪我，他知道我来了。我刚才没演的呀，有点假，说实话。我最近感觉老是会被逮。我刚才过来没演，他是隔墙放眼的吗？成功率有点低，现在。待会回放看一下。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位置提前丢了一个眼，我刚才在草里是没看到有人在的，在草也没眼在。愤怒带来冲动。还可以，也不亏，骗了个疾跑。那他刷的有点小慢，他这会估计在打 F6， 我们已经打完了。那我们打完狼等他打三狼，装备压线就可以了，应该能逮得到他。野怪摆头，他在打三狼。去跟他哎，放刀！俺先跟他。都来我脸上，你发信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感觉这个武器开就帮我 A 几下，我这波提前打完可以回口血等他的，没人帮我 A 呀。如果有人帮我 A 的话，快个几秒，这波是稳杀他的。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。知道在我内心延续。拿包裹来，还没闪现呢。我将为你指路。没什么机会了，算了。往上走一下，通过草丛，然后来下抓一波升六去反弹枪。怀疑是最强大的。剑上打男枪随便打的，只要线上不来就可以了。啊、
那他没买装备呢，他打起来也不怕他，主要这个上路又没线圈了，他这波肯定要来重先抓波剑姬再去找他，剑姬升六了，他妈无意要倒霉吧，这波没红 buff 减速留不住他呀，算了算了，这线太多了，而且他们鱼人待会又要出来，我们中野没线圈给他控这个资源，不是看你打野打不打得过，跟你线上打不打得过的关系更大一点，只能说这个打野只是个发起者，哎，他这个不打挺好，他就找我了，遮蔽了双眼，这样会浪费他很多时间，你这个野区优势你线上不给力你一样也打不了，就这样耽误很多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去红等他的，看他有没有打。这波男枪他要是打这个虫他就死。我再打个桑兰，然后吃个红升六。我桑兰怎么没好？我记得我跟蛤蟆一起刷的呀，我记错了吗？真正的大师。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，打得有点久，耽误了点时间，他打完冲出来都没大，就不一定能稳杀他了，他还没回家，好贪这个人，我将你指路， OK， 塞拉斯杀了一次他，这边不要打石头人，兵会看到我们，打 F6 吧，打完他就到了，刷个 F7， 打个双刀去抓他，他要来了，他看到没有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开了，我明明没视野，我为什么能精确他人呢，这就是来自一个老江狗的经验，我是能精确他的点位啊，形势先于蛮力，我这眼还没掉了，老是下意识买个眼，这波再刷一下，等个大，接着去反他。在我内心延续，这剑姬没状态了，可以抓一下。来过来 ，Hello。骄傲遮蔽了双眼，一阵一记击斩，集中起来的力量，这男枪好像要打龙去，这鱼人去帮他了，但是我们中路这么肥四杠一，塞拉斯来可以打，他好像不愿意来，不愿意来，那我应该吃河蟹的，白丢了个河蟹的。我将为你打。哎，他没打进来，但是打起来了，而且压线了，拉克斯 Q 还给了，直接开大米减速。
这种刺，落地双刀斩掉。辅助扛一下，再扎两下，先 W 减上。我操，刚好 A 先 A 泰坦，然后我落点被他撞到子弹去了，这波有点炸糊，我给你们讲。这男枪的话，他攻速是很慢的，我跟他捡上必吃到的，只是他先点了这个泰坦，所以刚好取消了他的前摇，我落点一瞬间吃到了，只能说这个人运气有点好，有点倒霉。这波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三 AD 可以来个铁板靴加聪明刀啊，对吧？对面这个阵容混伤加这个高爆发的，等我被大了。要过来排他就死，来疏通一下，凝一下。没事干了，感觉这男生在上了，把 Q 给了直接打，惩戒反倒好，上面还有个眼在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波男生在上呢，这二杠四的鱼人没什么用，不是很怕他。一头有点黑，这波等一下。这男生在上，来我直接包下吧，来来，我们下两个都有大在。上他开疾跑，冷一手。抓个 Q 出来，疾跑还在呢。我感觉这个男枪辅助要来了，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我们中路不动呢，走吧。对面线上过来，先第一眼看我们线上也没动，没动直接就溜了。大好了，再抓一下吧。形势先于蛮力，你减速，就差拉克斯好了，先刷出技能，他不减伤，先吃一下。我感觉我都怎么碰不到这个打野，我就直接先买聪明刀吧。
老是这个鱼鳞加拉克斯。在 AD 多，但是对我们有威胁的是他们的中辅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得分析这个局势啊！这打野都，这南山都跟个怂蛋一样，他不跟我打。不过他确实不能跟我打，他因为他打不过我们。我们开始吧。他不跟我打是对的。我要一把，你看他永远是在另外一边的这个南墙，镜像发育的，我们在上，他就在下；我在下，他就在上。在拉克斯前面，在 F6 待会可能放眼，这个位置可能没眼，这个位置有眼，都有眼。感觉这边应该还有一个。聪明刀也没有长剑盒吗？那我长剑出什么？那我直接一夜袭了。这把的话，我羊刀都不先买。对面爆发太高了，感觉羊刀叠不起来就死了。形势先于蛮力。这怕什么？不就是一个十三级的剑姬吗？办他！今天让他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法。越级单杀，他这把剑不行，他这把剑是母的，我这把剑是公的，他打不过我是正常的，见到我他只有跑的份。主要我们这个大招免疫这个减速啊，减一速减攻速都免疫。这剑姬的 E 跟 W 对我们都没用，他那心眼刀对我没用的。他的 E 叫什么来着的？这是一脚前进喷泉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再杀他一次，升级比较快啊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他去团了，我来了，先别急，找机会先杀一个了。那个技能刷出来就好打得很。
剑姬正常发育是不可能打得过剑圣，天生就克，除非剑圣没到。你们觉得为什么能打得过剑圣？是因为当然路他发育比达意好，知道吗？加一把多兰，又不得不说多兰加两个等级了。正常发育都有技能的情况下，剑姬不可能打得过剑圣的。只是说一般的情况下，当然路都能压这个打野的等级。我将为你指路。你在干嘛？你迷路了吗？给我拿走。哎，小夫，给我续一下，买一送二。还有 D 吗？闪现，一马上好。女警 A 到他了，求生欲望这么强。真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哇，你怎么想的？直接打大龙，你疯了？肯定吃小龙先拿听牌龙啊，想啥呢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，这边可能有一眼。来抢我给你，你敢抢我就给你，都不敢下来抢，你大怎么可能抢得到呀？我都打到一千血他都不敢抢嘛。你得下来才能抢得到啊。这听牌龙没了，待会龙魂就丢了。这龙魂丢了，待会大龙也要丢，大龙丢高地也没，高地没基地也要没。基地没了，这把就没了，这把又没了，影响到下把的心情，下把也要没。再打点钱吧。我将为你指路。差个300。又是这拉克斯，你又迷路了。让我看看。我有点想闪了，怎么办？冲不冲？冲！彻底疯狂！
攻速直接拉满，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。哎，先攒个双刀，大招一开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这个大带我一枪。解热与肉身，红蛋不是他为什么要回头了，他怕了又要回头吗？什么意思？对面没空是不可能能杀我的。怕我钱不够，估计是。呼叫，卡破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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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贴着墙，大就好了。双眼，没想到吧？我能选弱点，带我一层进去，再杀一个，砍一下。弱点自由选，我说怎么没有那个？哎，我鲜花转身呢？怎么弹幕也不提醒一下我呢？哎，我没享受到鲜花转身啊！这鲜花转身应该是转移了，不在游戏里面，那在哪呢？这鲜花转身没有消失啊，只是转移罢了。快两点了呀，得下了。算了，周末再搞一把吧。周末再搞一把好了，看一下开头是吧？我也好奇，这开头他们怎么知道我在的？看一下，周末再打一把好了。我们看看对方蓝色边的视野，再看看拉克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啊！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刚好我走了，他看到我了吗？没有啊，有视野吗？没有，我没看到。我还是没看到，你们看一下。哦，是我出来晚，他第一时间来下做眼了，可以。哎，他怎么能这么早啊？这地形原因吗？他能早将近十秒？我也是出门的时候就往下走了呀，确实是有眼的，应该是地形原因导致我晚太多道了。